越难越爱洗脑歌手乌若希女儿大曝光，一岁生日拍全家福超得意，网民已经会走路了。一年前乌若希惊喜公布怀孕后正式升级为妈妈，为了女儿淼淼 Giselle 已经慢慢减少工作量，专心当个好妈妈。时间飞快，眨眼女儿就一岁了。除了一家人去到主题乐园，吴若希还早早安排到星级影楼拍摄家庭照，一个多月前就和全家安排了这几天的行程。吴若希和老公 Alex 是爱女淼淼为掌上明珠，一岁生日当然要大肆庆祝了。吴若希上载多张家庭照，原来他安排了去星级影楼留倩影，一个多月前就和全家人安排了这几天的行程，不是什么纪念日，不是什么颁奖礼，而是我女儿的第一个生日。两公婆为女儿准备了一个好美的独角兽蛋糕，肉紧 kiss kiss 阿女，搞到淼淼双下巴紧出脸都变形，相当搞笑。4月23号生日当日，他们一家三口穿着白 T 亲子装游主题乐园，淼淼站得相当稳，突出一个小肚腩，相当可爱。吴若希留言说，这个小心肝才刚学走几步就学人站得那么嚣张，宝贝宝贝，祝愿你继续快乐的长大。爸爸 Alex 更加感性留言，一岁后的第一天，这一年你过得开心和幸福吗？爸爸妈妈很爱你，我们都会给你最好的照顾，最好的关心。一年前你这个时候还需要爸爸妈妈抱着你，一年后你已经要拖着爸爸妈妈的手自己走，下一年你会进步到什么情况？不论你变成怎样，你 Giselle 一直都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。 Happy birthday my princess， 女儿是爸爸前世情人，这句话果然没错呀。